我之前哦，常常都要替你擦脚床，啊，三不五时啊，都早起走来找七点零哦，叫我一声妈，啊，讲要嫁给你了。我奇怪，我哪去闹搞这个酒池这个漏网之鱼，无去处理掉啊？其实这款情形哦，我早都把床号建过过，伊都唔听，想不到是发生了。妈。谁叫你之前要这么放荡？你忘记了，之前我给你处理了多少风流债啊？思思啊，我是说啦，我知道你现在心情很坏，也不过我现在感觉这个囡仔是陈浩亲戚后世机会很大呢。妈，啊，你别跟我动啦！我之前哦，常常都要替你擦脚床，啊，三不五时啊，都早起走来找七点零哦，叫我一声妈，啊，讲要嫁给你了。我奇怪，我哪去闹搞这个酒池这个漏网之鱼，无去处理掉啊？妈，你即马是嫌我伫个思思心肝内阁无够乌心吗？拜托你，莫阁遐查天花板好不好？我只是有是讲啦，而且我感觉哦，思思即马既然是你的太太啊，伊都要了解你的过去，安尼哦，才有心理准备。妈，多谢你甲我讲遐尼多，我即马心内。开始有淡薄准备啊，思思，迄拢是过去的代志啊。自从我识在你了后，我都拢无伫外口学袂来啊。我了解，门口安坐啊，请你来。曾经理，这是你的快递。多谢你啊。思思，阿姨三下，你包干水。这是要送给陈浩的生日礼物。本来我是想讲要给你一个惊喜，但不过今嘛你已经有更大的惊喜，我想这个礼物应该是不重要。这是你特别为我准备的，那我可能不重要了。陈浩，我知影你一直拢真希望有一个属于咱的囡仔，我嘛真正足希望会当替你完成你的心愿。啊，不过即摆有其他的人来替我完成。思思，我上大的心愿，就是甲你共组一个幸福的家庭。是不是囡仔真正无重要？嘿，谁讲的啊？那囡仔足重要，好不？妈，你该安监控门口啊？这是公主的心声。陈浩，我知这件代志并不是你所想要看到的，我嘛无任何怪你的意思，只是我今嘛真正。我唔知要怎讲，我希望你会当好好让心更静起来。思思，我可以好好去拜访，我先来。